Good morning. My name is 钟静 from Columbus, Ohio. 我名叫景总。我现在介绍一下俄亥俄新闻。这份报纸成立于2001年，它的目的是为本地的华人提供消息、提供服务，同时提供意见给主流社会，为华裔的下一代奋斗做铺路的工作。报纸发行是6000份，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络，我的联络电话是614-323-6226，614-323-6226，谢谢。